by the silvery moon。 哦哦，一到中秋节，香港七十几年老饼铺就会请来曾志伟、曾宝仪大晒父女情。佳节被思亲，亲情牌卖月饼无往不利。而拥有超过200家连锁店，则打出陈慧琳这张玉女牌。香港人特爱送月饼，但收到月饼的心里 OS 却是这个反应：就是又来，又是月饼。去年我收到五盒，都没吃。爱买月饼送礼，但要他收却敬谢不敏。有环保组织做了调查，有68%的香港人中秋送礼首选月饼，但不想收到月饼的人更多，高达69%。我真的不想。为什么？好胖啊！知道月饼吃多了不健康，但不送盒饼又怕吸泪，结果就是月饼堆家里占冰箱。2014年，香港人就把185万个月饼丢到垃圾堆里。这是传统，传统一定要做的。现在香港，我想台湾也是，其实现在的月饼越做越小。虽然逢年过节总是该应应景，但既然收的人那么有压力，送礼的心意也该与时俱进。东森财经新闻叶炯龙、郑燕龙综合报道。